金曲讲故事，买西瓜。林阿姨有两个好吃懒做的儿子，林阿姨真是拿他们没办法。天气很热，弟弟说：“好想吃个西瓜呀。”哥哥点头：“是啊，可是谁去买呢？”哥哥和弟弟，你推我，我推你。林阿姨生气地说：“别吵了，想吃西瓜就一起去买。”兄弟俩到了瓜园，跟园主买了一个又大又甜的西瓜。哥哥抱起西瓜，才没走几步，就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把大西瓜放在地上，对弟弟说：“啊，弟弟，该你抱了。”弟弟抱起大西瓜，才往前走了几步，就也把大西瓜放在地上，说：“我一个人拿不动，哥哥，你来抱抱。”兄弟俩谁都不肯再抱西瓜，两个懒兄弟想到了好办法。他们把西瓜放在地上，又是推又是踢，让大西瓜在地上滚动。西瓜滚过山坡，滚过草地，滚啊滚，一直滚到家门口。林阿姨把西瓜搬到桌上，准备切开，没想到一刀切下去，红红的西瓜肉已经全都变成了水，稀里哗啦流到了桌上，流到了地上。哥哥和弟弟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